怎么都是哪里？你在干嘛？我们先找到还有一个厕所好不好？我怕我忍不住。好。半点，你的角落小伙伴，你要借我擦屁股。这里是什么？妞妞一家来到香港旅行，巧遇了一户也姓妞的人家。从这户人家得知，他们的祖先曾经被皇帝受封了一块地，地契文件藏在祖先位于九龙寨城的屋子中，但不幸的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。祖先制造了一台时光机，希望子孙能够回到过去帮他抢救地契。时间只有一个小时，若没有在时间内成功找到地契，便会被送回现代。能够搭乘时光机的机会只有一次，若失败就不能再度挑战。今天我们把希望寄放在妞妞身上，他为什么没有我？希望你们能够帮这位妞氏祖先拯救这份重要的地契文件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对啊，我也是妞氏一组的啊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他只找你啊，为什么你家娃娃被吸过来啊？我在大便还要被你骗你过来，我肚子痛的要死，我赶快先找厕所。这里有一个妞氏祖先是个很健忘的人，所以喜欢把东西摆在特定的位置上，因为只要没有放回去，他就找不到了。相反的，祖先总是念念有词的一句话，要听父母的话。这句话似乎暗藏玄机。要听父母的话，那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，好不好？这后面有字哎，的酒，我先找到一个了。我找到了。你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先都放这边，衣服的不错，先烫一下。没有，这也有哎，母六不是汤哦，那是这样。那应该还有听父。这是什么？尿壶啊？那是什么？这是水壶的。我找到一个药哦，转过来了吗？有哎，要听父母的话。又是祖先说他们喜欢把东西排旧定位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水壶吗？这个是在提醒我每个东西有固定的位置。那边是照片的，那边也是，看起来很像相机。这个。好像对耶。电话旁边。这里有一个印记。这样。这个是这样。啊。这个是这样。他说他想要跟我交朋友。开了。下面还有东西，你打开看看。本子。里面有一个本子，还有一支笔。拿出来。妞氏祖先有一本珍藏的书，但是总是记不得密码，所以只好把密码偷偷的记录在书本封面，每个字数数量都不一样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呢？数字密码在这后面。67。他是不是要叫你算这上面的数量？是的。好，那你这边先写七。八九。那欧嘞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还有没有漏掉的？再看一次。来了。可能是手电筒。爱的鼓励节奏，敲击房门，便可进入妞氏祖先的房间。好，拿回来，我先。这里应该有很多可乐被人家喝完。应该是你刚刚偷喝，你还是警察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坐时光机来的。这里有将录音带放置录音机上面即可播放。你有看到录音带吗？慢慢走走看。这里还有一张。妞氏祖先为了防止脑袋退化太快，所以每天都会练习5个题目。题目的答案已经被祖先儿子设定在按钮上，只要按照答案得到的顺序来按按钮，就可以确认有没有答对。这里。哦。洗手有几个步骤？应该是冲冲泡外送吧？不是。不然是什么？是冲冲泡菜。
你数一下几个？五个、图片里有几只不是角落生物的伙伴？哪一只？只有一只而已，是不是？那是小火龙，怎么跑来他们家？还有啊，胖丁也是。兔子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几位？兔第四个。第四个啊，完蛋了，这妞妞不会。三加二夸虎。三。减二乘以一，三。三，好，好，什么成不变？一成不变，一言为定。你可能一加一二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因为牛氏主线已经很老了，他这样的话已经超过他的极限。来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，红色。二。绿色。四。这个。那是二，再来一次。好像不是哎、欸，应该不是纸上面有几个，应该是顺序。一、二、三、啊、四。一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蓝色。哦，它全亮了。嗯。恭喜。这是什么？妞氏祖先的兴趣是拼拼图，儿子送了他一份全家福的拼图，每天妞氏祖先都会把拼图打乱再重拼一次。别急，放弃，躺在地板。这个手臂怎么那么像我？是你、啊？那什么有手？一只手，我找到头了。然后学姐上面没有东西。绿哦，我开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又有一个门呢、欸。哎，有个空间，过去看看。你看，妞氏祖先亲戚朋友都是演艺人员，尤其妞氏祖母是位唱跳歌手。今天祖先特别想点播祖母的歌来听，因为祖先太爱这张专辑了，所以把这张专辑歌曲顺序设置为后门密码。哎，这里有唱片耶，这个是。怎么那么像轻轨？我们再看看还有谁？哎，那里还有一个，我的上面也有一个，贝壳胶，这也有一个。那你找到几个了？我有三个。我这边一个，四个。捏泥巴、哆啦 A 梦、黑皮饭。我刚才隔壁是有看到一个，叫把卡带放到收音机上面，它就会播放了。我放看哦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他，难道我们祖先是他？不是，是不是我们还有没找到？有可能吗？那你再去找找看。这个呢？有没有找到？这位祖奶奶也跟你长得太像，你是得了几代遗传的？而且现在狗没有变哎，那应该是他吧？我放放看。哎、欸，是什么歌？Happy Fun。那应该就是这个，那我们去隔壁看。第二个有不同的歌。这边要戴手表。捏泥巴。海绵宝宝。嗯，跟隔壁的墙壁上是一样。我们坐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怎样？哎、欸，这个，还有它上面有英文字哎，哎、欸，有一个零。第二首是什么歌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了，你看这里是有一厘米吧？厘米吧，一。哆啦 A 梦是几？没有听到哆啦 A 梦啊？没有听到哆啦 A 梦？是吗？嗯，行，好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地气在这，这是妞氏祖先的地气，变好野了。但是会不会回去只有一间厕所大小的地气？还在找个厕所？还没。刚刚不是有个水壶待在里面？没有，我
这回事。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好。耶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这次是来 Lost 玩密室逃脱。这次他们是特地帮我们做这个谜题，现场的谜题跟我们的谜题是不一样的，不过我觉得很好玩哦。那妞妞，你觉得这次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？啊，那时候吓得一屁股尿了。那等一下再说，你没看到我都讲出自己的讲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会把所有的资讯的连结都放在底下，来这边想要玩不同的密室都可以来体验哦。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没人，只有水声，还有听到想要冲马桶的声音。看我干嘛？要听父母的话。那你要不要听我的话？好了，听一下，先亲一个啊！哎哎哎，你怎么还跑掉？